正正的来，我先跟你讲，好压力啊，好吧，正正的，顺顺，你人家前面那个都前辈，对他们都前辈等级的，你出道才几年，话好好讲。OK， 一错你注意这边我知道他们他们的问题是犀利好深好深度啊，对不对？所以呢，他是好回答，有跟合作的女生哈。什么东西？黑秀，哎呦，这个嘛，他是他们自己创的那个名称，哎呦，对啊，就是黑秀的意思而已啊，就是啊，羞羞脸的意思啊，羞羞脸啊。OK， 哎，还真的没有，我团员都没有，这个真的没有。培根跟酷炫跟你都没有吗？哎，我没有啊，我没有，因为你是你们团里面最帅的一个，怎么可能没有女生？不老实，合作过真的没有，这么肯定哈？肯定肯定。好嘞，吴宗宪、丽晶谁比较搞笑？我也在意这一题。宪哥脸有点变哦，好，有点变哦。不同的好笑，我觉得不同的好笑啊。宪哥可能全方位好笑，哎，金姐可能会针对一些比较辛辣的话题比较好笑。宪哥你在辛辣话题上没有，他觉得没有你没有那么好笑。对他觉得你辛辣话题上不够好笑。对啊，他说的对啊，没错啊，怎么样？我压力突然你们不错了，要软掉了，有时候得罪宪哥了，真的都是老板，都是老板，对呀，过关了，过关了 ，OK 了，好可怕，好可怕，百人斩是胡乱的吧？还真的没有一百人啊，四五十就停止了，啊，四五十就停止，为什么？是不是就身体不行了？是不是？是不是身体不行？发生一些状况？对啊，对啊，停止更新，停止更新，半百人斩，对对对，你要完成百人斩之后的办法。什么办法？回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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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遍，孙先生，我问，一个，你几岁开始的？高二，高二，高二，不太讲太细。高二对象呢？怎么高二学生找什么样对象？暑假，暑假同学吗？找同学啊？那一定是姐姐教你的，对不对？不一定哦，学姐，对学姐，你看吧，一家人笑哈哈的，哦，一家人，一家人笑哈哈，第一次就一家人，在什么？我们什么场合？什么场合？哎，在那学校啊，学校屋顶晚上很浪漫呢，哇，很浪漫。你的歌，我们只有在那里唱歌，没有校工来检查吗？射监射什么没有？爹什么保安？那时候晚上凌晨晚自习啊，画面好诚实哦。他真的知无不言，那还不错。一支业配你可以赚多少？哦，完全没有很多哎，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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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是拿五位，有三十万吧？没有，嗯，有些可能啊，连环有四十万。这个好，没有这个真的没有最高纪录有吗？我们这对外的这个酷炫啊，酷炫啊，哦，他可能会拿了这一笔，但是我是拿演员费而已啊，哦，我演员费才3万或4万，等于他老板你拿那个薪水而已啦。对啊，我是拿演员费。可是，一般来讲啦，正常的那个是你的这个粉丝团有多少人？一般来讲，那个你的业费换算直接换算多少钱？所以你如果有破百的话，基本上一支有上百万。有这个真的假的？这么多？看厂商的那个预算不一定啊。那最近那个茶的广告嘞，那大概多少？那个我才拿2.8万而已。对，很诚实。税内还税外那么少，可能会制作费的话，可能酷炫可能拿一笔制作费下来，可是他要发什么剪接、摄影啊、场地啊，他统包了，等于财务分配是酷炫在分配。对对对，我相信他应该是没有 A 钱呢，一定有。你问谢哥，谢哥你说。影片充满性暗示，教坏小朋友怎么办呢？那个就是这个寓教于乐啊，就大家这个小朋友，你们还是长大在这个体会一下那个什么是的那个豆豆那边那首歌的豆豆那边啊真谛啊，他们的歌还叫哈我那，哈我那里啊，哈我那，有啊，很红啊，改的改编呢。想对妈妈，但那个让大家自己去选择啦。对对，网络上面这个有些解读啦，很难避，很难避。想对妈妈说什么？哇，这一题好细，这题很硬哎。对啊，妈妈。所以最近新闻真的比较多啦。上新闻呢，从小没有不在跟妈妈的接到妈妈的信的时候，是从那个监狱中更深的机构寄给他，而且是常年常常进出，关系比较就疏远，出国深造。就是很爱我妈，就是虽然她没有怎么这样照顾我，没照顾我，但是我还是就是很想她，还是很想她。妈妈加油，想念我，等你回来。我们为人子女，这个看着父母亲有难，对不对？我们也希望他们赶快安然回来。对啊，就是他就是鲁邦三世啊。嗯，对。什么？鲁邦是那个啊，
一个大道鲁，一个卡通啊，大道鲁邦三十，了解。你有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啦，对，顾好自己就是对妈妈最好的回馈，所以有三十万吧？没有，顺便汇两万八，我真的没有。